场以及屏幕前的赛车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W 对战 RDG 的计时赛比赛现场。根据规则，计时赛的比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。本周赛道池中包含电音梦工厂、千户苗寨、恋恋千阳、天空之城四张赛道。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抽签地图。本场 RW 对战到 RDG 的计时赛环节抽到的地图是恋恋千阳。本场计时赛的获胜者将获得 2v2 个人竞速以及 1v1 个人竞速手图的选择权。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。要说抽图啊，它确实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我们台上三位解说猜了三张赛道，哎，奈何他地图池里边一共有四张图，你敢想？就没猜中哈，结果选择出了恋恋千阳。那么恋恋千阳的话，其实这张赛道大家的一个用车也都是一样的，原级，把自己的上限给拉高。对，而且个人计时的时候可以用到瑞泽祥宁，如果要是混战的话，那就看个人理解了。是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计时模式啊，会比较舒适，更贴向于大家。可能虽然说和我们联赛当中的用车用途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可以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极限性。对，但这张图啊，应该是，这两天，应该第三天啊，比赛看下来特别难稳的一张图了。按之前的成绩来说，比较稳的反而是WDGM 的可风，他在两圈的时候都跑到了21的成绩，21点小的成绩。是的，这张图的话。昨天有看到在前面领跑着突然之间上墙贴死了。对啊，就这张图它是涉及到首先你在计时挑战赛当中的跑法选择，计时挑战赛按正常来说我们都要用一个极限跑法，但极限跑法在这张图上在高压状态下你就是很难的去完美的跑出来。是，伴随到的失误率也就会更高一些。是的，来了计时挑战赛，双方的用车用宠全部一致。元吉之星搭配到我们的神宠瑞泽祥林。是的，今天的第一局计时挑战赛即将开始。目前的这个记录啊，还是 JCR 阿生1分21秒36。对，感觉在赛场当中这张图很难再去拿出机甲把它给跑出来。即使有机甲的话，也不一定能稳住。还起步。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悟空来说稳住应该问题不大吧。是，起步的话已经来到领跑的位置，这个路线找的没问题。三阳加个带顺侧起手，氮气延续二连弹脱了。是，现在已经凌晨反超了悟空，这个距离来说的话是领先那么一点点啊，应该还是悟空更快，快一点点。哦，悟空这是极限跑法，但是凌晨也很快啊，两个人的距离在这里断掉自己的漂移，凌晨里会慢了一些，而是撞墙了。这边不踩星星，前面可以接一个甩尾延续，下面一个弯道的路线会更好一些。顺侧起手，氮气延续开翼。是的，现在来到第二圈。脱漂，第一圈41.1还挺快的。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，不过目前凌晨来讲的话，落后1秒多的一个距离。哎，没延上。这张图确实难稳啊，尤其是在后面它的衔接小分太多了，所以选手很有可能哎失误，这个弯道出现脱漂的次数太多了，是快出不快出出不来呀。是，哎呦，这里用上墙误会了，你看第一圈41.1，这第二圈就真不一定多少了，就是你第一圈跑多少跟第二圈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一样。是的，凌晨最后1分22秒22拿到了本场比赛的首胜啊。对，这个成绩我听过，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。这个就是计时挑战赛啊，尤其在这张图上意外性实在是太大了。对，应该说这个就是恋恋千阳，这恋恋千阳就完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就都不好跑上墙，但之前我们在实战比赛过程当中这些失误倒是很少见啊。
因为大家都在避免着这样的失误发生。是，其实悟空第二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，明显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极限性给拉上去了。是，无论是转向的选择呀，跑法的选择呀，都是非常极限的，但是稳定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了。没错，而且我们平时的话可能在用车上有一些不同，相对来说的话也会更好控一些。是的，这一分22秒22不会赢吧？看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肯定不会吧。看第二局肯定不会。尤其要关注一下悟空两圈呢，同一个失误点在那儿。看双方的第二次挑战，最后一次。起步，侧身，原地段位拉车头，再接双杀弹射。目前两个人在这段路又是属于一个视频的状态。但悟空还是要更快一些，前面点漂的细节要更好。弹射，这次悟空没拖。是的，凌晨二连弹也没有出现失误，但间距也延上了。是的，注意暴力过来。看悟空这个跑法选择会不会脱漂啊？哦呦，两个人都很极限。这个弹射更快一点。是的。看一下落地，悟空落地。其实林成这个节奏要比悟空快啊。是的，这要比自己刚才在第一场计时的速度更快，而且完成度更高。看下这个第一圈40有没有，41.06。哇，这快出点的，年轻真好啊。并且比悟空的话是领先了0.6秒。是，这边出来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啊。对，这个位置少见，车头没有。悟空要注意在这一段路，没事，这次没有出现失误的情况下，弹射也弹过来，氮气延续再开氮气。对，这次可以靠右一点稍微求稳一下，还是选择路线很极限，但是氮气没有断掉，空开氮气节奏还是有一点乱，再接甩尾。但是这个肯定要比1分22，哎，又没连上。这里再接一个弹射，没事没事，二一还是有的。21秒6。对，最后选图权还是交给了 RW 这边。是的，对于林成的第一圈完成来说啊，即使在没有拿下会有一点遗憾，但对于悟空来说也相当于是补了一下第一次挑战自己埋下的坑。是，对吧？第一圈41.1而且有瑕疵，第二圈要稍微稳住的话跑一个20点中大，那第二次挑战对于林成来说压力就很大了。是啊，而且刚才林成在第一圈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好，进入到第二圈之后，在这个加速带点上面这个星星下来之后撞到了右边的墙。没错，车头朝向有点不太正确。是的，那我们可以恭喜 RW 悟空经过第二次挑战1分21秒60的成绩，要快于林成第一次挑战1分22秒22的成绩，拿下计时挑战赛的胜利。快了将近半秒，虽然说是拿下了我们的这个首图选图权吧，但是看的还是有点让人感觉到心惊胆战的。是的，确实拿得不稳啊。就是恋恋千阳这张图，